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13日，现在是下午的6:30，我在贵阳的白云区这边呢，已经解封好几天了。解封之后，人们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，大路上车子这些还是挺多的。傍晚7点多，我来到白云区的七彩湖公园。七彩湖是一条湖水清澈、波光粼粼、环境优美、以鸭成群的中心湖泊，是周围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。在这里可以看得出环境非常的漂亮，